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鸡快跑。蓝洞最近在游戏中增加了很多的人机，北美第一巧克力在游戏中也是经常的碰到。而在最近的一局游戏中，巧克力发现了人机最大的秘密。本局游戏开启之后，北美第一找了一个载具到处寻找敌人去击杀，不过还没有等到他大开杀戒时，他却遇到了一个神秘的中国主播，一瞬间就被放倒了。接下来巧克力打开了回放，观看了一下他的操作，发现这个玩家的枪法还是非常的好。而当巧克力打开 OB 系统后，却发现了惊人的一幕。只见地图上凭空多出来一个玩家，一开始还以为是地图显示的 bug。No, there he is. He didn't spawn. He just, I guess it's a bug with the map. 接下来巧克力开始进行深入调查，反复观看回放之后，终于发现这个人机居然是蓝洞凭空捏造的。在对战的时候随机出现，甚至当人机加入游戏后，右上角的人数信息依旧没有改变。最后巧克力也是表达了对蓝洞这一点非常的不满。So not only do you have to play against bots, you can't even search for kills because they spawn in late. Are you kidding me? 那么各位小伙伴，你们在游戏中见到过人机吗？